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华创联行 A House， 我是 Leslie。今日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内地车位嘅情况。因为其实对于好多嘅朋友嚟讲啊，一直都有关于车位购买嘅考虑以及疑惑。所以今日呢一条视频啊，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对于内地车位有一个更好嘅了解，从而令到大家喺购买车位嘅时候啦，更加放心清晰。其实对于香港的朋友而言，车位物业无论是作为投资亦或自用，都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市场。同时亦都不乏在中环亦有成交超800万港元的车位案例。停车难、价钱贵亦都是很多朋友的痛点。而内地车位市场又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参考珠海的数据，根据珠海市第七次的全国人口普查公布，2021年珠海常住人口有 243.96 万人次，汽车保有量超85万辆，平均每三个人之中就已经拥有一部汽车。所以车辆的增长令到车位的重要性亦都逐渐提升。同时部分屋苑亦都有不同的要求，例如车位的强制购买、只卖不租、不租车位冇办法进入屋苑等的奇怪要求。而这些问题其实都与已经购置了物业的业主息息相关。所以关于车位买不买、哪些车位位置又会比较好，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一下。第一点，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车位类型。首先我们要明确车位其实分为地面停车位、地下停车位以及人防车位，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车位都是拥有产权的。我们逐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地面停车位。地面停车位指的是通过地面划出车位而规范停车形成的车位。这种开放式的地上车位产权是属于全体业主，归业主共同且免费使用。不过通常来说，大部分的屋苑都会收取每月50-80元的停车管理费用。而第二种就是地下停车位。地下停车位就会跟大家更加息息相关，因为针对目前的全新屋苑，大部分采取都是人车分流的设计，很少会设立地上停车位，大部分都以地下停车位为主。而地下停车位亦分为计入公摊面积和不计入公摊面积的两种情况，产权的归属亦都是不同的。首先是不计入公摊面积的地下停车位，产权是属于开发商所有，开发商可以出售、出租车位，不过需要在购房合同中有体现说明。第二个是计入公摊面积的地下停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开发商无权出售。而最后一种就是属于人防车位。对于人防车位来说，很多的香港朋友可能不是太过于熟悉，使用上和普通的车位并没有区别。投资者对于人防车位有使用的管理权，收益亦都归投资者所有，不过他的所有权是属于国家，暂时需要服从无偿的征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人防车位是没有产权的，没有房产证，不可以通过这个产权的正常出售。签订长期的租赁合同之后，亦都可以安装充电桩。所以大家在选择车位上必须清晰了解自己所购买的车位类型是属于哪一种，能否办理房产证，千祈不要在未了解清楚情况的时候购置了并非自己想要的车位类型。好了，第二点就属于车位是否应该买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该按照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首先，车位到底是买来作为投资抑或是自己使用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车位被捆绑销售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但价钱其实并非非常稳定。虽然先买可以买到靓的位置，但出现买贵了的情况亦都属于正常范畴。其次，车位的流通局限性相对比较明显，车位一般只是小区业主之间流通，
所以如果不是车位配比相对较少的屋苑，车位价值上涨空间呢往往都是比较有限，可以说投资的价值并不大。所以简而言之，购买车位需要从实际的使用价值来进行考虑。那么什么情况建议大家直接购买车位呢？首先，屋苑的车位配比是否充足呢，会影响到业主需不需要直接入手。个人认为可以分为几种的情况来看。情况一，车位的配比等于一比一，即是每一户都可以购置一个车位。但是无可避免的是，有一些家庭拥有多部的汽车，那车位的数量就会较为紧缺，所以业主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决定购买。情况二，车位配比少于一比一，说明车位配比不足。如果不想每日落班都要看着这个时间去进行抢车位，建议最好是直接买入。情况三，车位配比大于一比一，车位相对充足。如果业主手头上是没有闲钱的情况之下，可以暂缓这个购入车位的计划，先选择租赁车位进行使用。简而言之，如果车位配比少于一比一或者等于一比一，随着屋苑的入住率上升，你是很大的机会面临着无位停的情况。想要避免停车难，选择的屋苑车位配比至少要达到一比一以上。如果没有，建议直接买车位是较为稳妥。买车位和买楼不同，目标范围主要出现在自身的屋苑，所以出入方便就成为了首要的关注问题了。好啦，咁啊，跟住落嚟，我哋呢一个买咩车位嘅位置咧，会比较好呢？根据常规嘅停车习惯啦，可以分为左侧嘅停车位、右侧车位以及中间车位。另外，香港嘅朋友啦，亦都需要注意，由于内地车辆咧都系以左太车为主，所以考虑嘅车位位置上咧会同香港有少少嘅唔同啦。首先系左侧停车位。左侧停车位左边是没有阻挡的，司机的上落车的空间会较为充足，便捷性强，而且驾驶座位靠近立柱，方便司机褪车的时候观察距离。左侧的停车位往往都是最吃香的。右侧停车位司机的开门位置会较为不方便，容易受到左侧的车辆影响，不过方便了乘客的上落车，受欢迎的程度僅次於左側車位。最後一個就是中間停車位了。中間停車位受限明顯，如果左右位置都停了車，上落車是很容易受到車位這個左右兩邊的車輛的影響，而且開車門的時候也都存在一定的刮花風險，所以優先的選擇順序應該為左側車位到右側車位，而最後的選擇才是中間車位。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技术一流的老师傅，随便停哪一个位置都 so easy 的情况之下，那就边个平买边个啊。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由于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是越来越普及，低碳出行以及价钱上的优惠也都令到很多朋友考虑购置新能源汽车。所以关于买了车位的朋友想安装充电桩，我都帮大家落实了这个流程了。首先第一点，你要确认是否具备安装条件。这个安装条件一般都是跟物业咨询沟通便可以的。第二点，就是得到物业的安装充电桩许可文件之后，你需要进行电力的报装。电力报装资料以当地的电力部门要求为准。第三，随即电网的工作人员就会为你安装电表。电表安装完成之后，你就具备了充电桩的安装条件了。第四，满足安装条件之后，当然是由充电桩供应商或者是汽车公司安排这个安装师傅进行上门安装服务。好了，最后我们也来看一看对于目前珠海现在各新盘的车位配比情况如何。
其實目前新建的屋苑車位配比都已經是1:1以上，有些甚至乎去到1:1.2，整體而言車位配比都是較為合理的。同時珠海一手小區的這個車位價格其實在100,000至350,000之間不等，租金亦都在300元至500元1個月這個價格區間。通過我的上網的查詢發現，其實二手的車位價格和一手的這個我們的車位價錢是不相上下的。主城區的二手車位在18,000至30,000之間，金灣大多數為10,000至15,000，而斗門就為8,000至13,000。舉個例子，主城豪宅的五洲花城二期負一層的車位售價為25,000，而金灣區的老牌代表時代珊瑚海六期的地下車庫目前在售14,000一個。其實目前珠海的車位價錢和珠海高昂的房價相比並不算高，各位亦都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出發選擇合適自己的車位。至於怎樣選擇，上面其實已經跟大家說了很多了。另外記得在購買之前最好可以在現場親身體驗一番最為合理。過不到現場的朋友亦都可以委託這個 agent 朋友能否到現場去親身拍攝視頻去到給大家。好了，今期的這個車位分享亦都到這裡了。假如大家喜歡我們的 video， 請大家多點給點支持我們，點擊下方的 like， 同時未關注 A-House 的朋友可以點擊下方的鈴鐘，就可以收看到 A-House 最新的影片了。大家假如想聽什麼話題，也都歡迎大家在視頻的下方進行留言。我們下期再見面，拜拜。